Hello, Vogue Me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周正明。你累不累？因为你在我心里已经跑一圈了。青椒，因为我最近特别爱吃青椒。坐飞机的时候，然后碰见一些小朋友在飞机上哭的时候，就会想跟他们说：“我劝你善良。”哇，十年后我都28了，胖十斤还能瘦。十年后还单身是一个怎么说呢？是一个能力问题吧。三餐都照常吃，但是我不吃宵夜。猫系吧，对，因为我就是那种有时候会很想去搭理你，但是有时候可能就会恨高冷。我吃生青椒，我没关系，老师会统一吗？袜子，一条贝壳挂坠，对，舒服吧？我觉得太紧的穿着也难受。有一次在彩排的时候穿过我们老板的衣服，算吗？电子绒合